大家都知道嘅係坑口站，就藍色淺藍色，後先有心心呢一份車站指南。2017年6月咁樣無南港到啲 media 又有新版啦，好開心。咁啊，翻北角啦嚇，翻北角轉車去灣仔，就係。2017年6月，武南嗰度啲事仲未更新啦，坑口我中意打好耐，冇南果线啦，有南果线下边，即系原来咁嘅版本嘅 ，OK， 边个位俾你睇啊？边个位俾你睇啊？冇位俾你睇，黐线！有冇凳？有冇凳？有冇凳？前面有凳，一定有凳。我前面一定有凳。有，吓死都冇凳啊！冇凳。到呢度，2017年6月版本武南江道线标志，打开街道图，有得个大厦冇分别啦。就地標應該冇分別啦，咁睇過，依然寫出2017年6月嘅咩服務時間、電話、行東北線行準車嘅安排咧，就冇三句話，即係行東北線行準車嘅安排。揾咗車就冇安排，就冇咗筲箕灣，咁就變咗啦嚇。咁啊，路線圖起到1.6嘅路線圖，咁啊，有車咯喎，係啊，呢度下啦，哇，我哋前面有快啲，下次見，拜拜。